嘿、hey, 大家好，我是骑车很摸的摸摸。最近 KTM 790 ADV 在国内正式上市了，很多小伙伴在问坐高的问题。普通版的标准坐高是830毫米和850毫米两档可调，调到830毫米的位置，我170的身高坐上去，虽然两只脚都不能同时落地，但一只脚落地停车也不会有太大问题，车还算比较轻的，杆重是189公斤，重心也很低，车给你的感觉还是非常轻盈的。再加上油箱是这种驼包式的设计，就算加满油重心也是非常的低。如果你还觉得车高了，也可以通过原厂改装件将坐高降低到800毫米左右。 R 版的坐高是880毫米，那天人多就没有试坐，我怕把别人的新车弄倒了。